利東邨是港島區住宅物業參加上網電價計劃規模最大，因為利東邨的天台面積大，陽光很充足，成效是很良好的。天台日曬雨淋，防水層是很容易損壞的，安裝了太陽能板，它是有了保護的作用，除了幫助降温之外，亦都減少了漏水的問題，令到天台維修的工程開支是減少的。有些業主擔心日後保養和維修的成本高，其實現在太陽能板的技術已經很好了，基本上是很少損壞的，只要我們平日簡單的清潔，確保了沒有阻擋吸收光線就可以了。我們都很多謝港燈在整個過程之中提供專業的意見，除了協助申請計劃，亦都派員出席業主大會講解和分享其他成功的個案，令到我哋利東邨的居民更加有信心。